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欢迎谢片的吗？哇！哦，太过了，要尖叫声！有一种就是比较气场被压住了，对，架这个西装已经不用了，我要加一下这件。佩雅算是跟算很熟，对不对？私下会聊天的朋友，对不对？甚至有时候还会打过去，对不对？对不对啊？他没有讲究，但是他有时候会 po 一些上课的影片给我看。我之前在IG，对因为他找的代表伴随的是父母家庭，对，我也是，对，刚好，这个满分十分，给汉群50分，我给游戏老师，我会给到9.5分。哇塞！对，游戏老师在我眼里，他是一个不受拘束的老师，他不会法外狂徒，哎，他不会，对对对，他有，对啊，还有刑法跟民法的拘束，我带回澳洲。因为我对游戏老师的那个分数比较高的原因，是因为我比较常听到孩子提到你，对你们的上课内容啊，或者是一些他跟我分享游戏老师的这个人，他的课上也有讲哦，给老师分数很高，原因是我觉得你有带到心，而不是很拘束，说一昧的我只要求在成绩上要成长，引导一个人要有学习的方向，带到他的心，我觉得很重要。所以我觉得游戏老师在这一点是不是做得非常棒啊？给老师一个鼓励好吗？隆重介绍一下蔡欣华，来，我们掌声加尖叫！自己自评一下，0到10分，你对你的小孩心语理解程度有几分？满分十分，我们5分不到吧。5分不到，对 对，这么不了解了，非常不了解。是因为他是一个非常有主见的孩子，那我是一个控制型的妈妈。这样子吗？看不出来，看不出来。对，你们之间会有什么冲突，或者有什么之类的？但是在这里我冲突就化解了。为什么？他会告诉我啊，有些老师有说，老师有讲啦，我知道。学国文不会的理念，它不是在于你上面的科目，它可能会延伸到你未来的职场上的技巧。游戏老师都有说，崇拜这个游戏也会套帅啊，好惨！哇，OK。那目前满分0到10分，您对汉语补习班打几分？我打9分。那这9分里面，游戏占几分？9分。哇塞，这么高吗？主要是我有来参加老师有特别办的说明会，我喜欢你安排的那一系列，然后到后来实际进到补习班，上次跟我说的游戏老师那时候教学介绍、教学内容还有概念和实际下都是符合的。终于跟妈妈提到我的专业部分，我是一个理化老师，毕竟最厉害是教学，不是什么讲笑话什么的，真的是重点是教学本身，知道吗？终于有提到重点了，那我先这边提前这个人可以选。你们是可以选，对，做个预约，对，就是跟预约聊通，就父亲节拍父亲节视频，这样，觉得你高兴吗？好，可以 ，OK。好，谢谢啊，大掌声。不会，母亲节快乐。